为什么要困住我？啊，陈兰，你心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，如果不能将其压制，任其发展下去，将来恐有大难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爹不好。孩子，爹没有其他的办法，只能把你囚困在这儿。 别怕，待在这儿，等我回来。爹，别动，越挣扎。 就越会被吞噬掉，孩子，听话，爹去一趟六合岛，马上就回来接你。等我回来，爹，等我回来。 去身先图，不舍爱他美，爱他美卓翠三，姬发卓越自护力，直言邀您收看招摇。既然林姑娘直言快语，那我便不绕弯子。不知林姑娘是否愿献出六合天一剑？林姑娘，你若愿将天剑献于金仙，我宗门自会全力回报。 不知金仙要如何回报？杀了陆昭瑶和厉尘兰，你不想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 还愿金仙能早日履行承诺。金仙，那我们今后该如何？通知宗门各派门主，共同商讨如何对付万路门。可。 自从大家以为您被陆昭瑶之后，宗门各派便各自为营，犹如一盘散沙。我怕届时大家心怀各异。
不好办呢？如今江湖上盛传，虚宗门是被万路门所害，我们只需坐等消息，借力打力，自然万众一心，共讨万路门。子玉姐，你可回来了，你的六合天一剑呢？你不会是小爱？你记住，我们身在宗门，有些决定不得不做。但是我不要再问我，你只要记住，万路门很快就会有一场大麻烦。什么大麻烦？陆昭瑶和厉晨岚都要性命不保。人世离别为何总是这么匆匆？都还没来得及好好告别。好想和他一整坛酒，我不想过难过的日子，醉了今天就过去了。我劝你去取药，请变成催你的命。寒光啊寒光，你我这辈子都料不准这事实，次次都被玩弄至此。不要自责了，要怪也是怪我。怎么不见千姐？她不舒服吗？沈姑娘回来之后，整天不是待在厨房里做酥酪糕，就是待在主人的房间里喝茶，不说话也不理人。现在应该在主人的房间里呢。你去把他叫来吧，毕竟是送寒光最后一程。是。沈姑娘，时间到了。我知道了。沈姑娘，
沈姑娘，沈姑娘，酸辣糕我已经做好了，是你喜欢吃的味道。我一定会报的。感觉身体如何？还好。以后你若再有不适，该怎么办？若顾寒光还在，这话让他听到又该生气了。总是给他找事。寒光和千景经历那么多事，最终还是错过了。老天爷随意拨弄的命运，还真是让人唏嘘。你我的命运不会被这般轻易拨弄。母亲，我们总会找到解决心魔的办法的。总会有办法的。沈姑娘，楼师姐，青荣，今日望星门门主传信各大宗门，要在凤山召开宗门大会，共商虚宗门灭门一事。我听闻顾寒光也在虚宗门被害，不知你可有线索？并无线索。如今江湖再起风云，南山主也。师姐，当初自废功法，现如今，你可有后悔？不曾后悔。那我就告辞了。
之前从虚宗门带回来那具尸体，你可有查出死因？是被吸尽了生命。看着作案手法，像是江武所为。只是不是江武。我也是这样认为。江武此人行事风格极为嚣张，不会默不吭声地灭了一个门派。会不会是虚宗门内部所为？这就不得而知了。毕竟江河已经身亡，只是我有一个猜测，这虚宗门甚少使用刀剑，寒光又是江河的师弟，虽然两人多年分隔两地，但是师兄弟情谊仍在，江河不会故意将寒光丢入地牢，所以我认为刺伤寒光，让江河将其丢入地牢和灭了虚宗门的应该是同一人。莫青，你感觉好些了吗？还好，今日似乎心魔没有太过躁动，我已经掌握了压制他的方法了。你瞧，我就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是我让你们担心了。你们刚刚在聊什么？韩光死得不明不白，我们正在彻查此事，一方面是要给沈姑娘一个交代，另一方面是给自己一个交代。徐宗门秘书可还在？未曾找到。你是怀疑徐宗门被秘书所连累？我这便去查。赵瑶，我有点饿了，你去帮我弄点吃的。妥。今日大会上看池门主似有心事，
怎么？有什么事不能在众人面前说，非要把我们叫到这里来？各位，进来吧。诸位同道，许久不见呢。金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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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屡次金蝉脱壳，锦绣佩服。想必召我们前来，定是有所筹谋。锦绣还是这般心思玲珑啊。没错，此次密召诸位，便是想匡扶宗门大道，一举铲除万路门，救天下苍生于水火。金仙还是这般心系众生，可如今不同以往，您两次败给陆昭瑶，大大助长了江湖散修的气焰。如今万路门又加了一个厉尘兰，更是如虎添翼。敢问金仙，您打算如何铲除？锦绣这是在质疑我的能力。金仙言重了，只是宗门十大门派还剩下在场的几大门派以保实力，这万一再折损进去，您倒是有法子脱身。我等可就没办法了。大胆锦绣，我望星门愿誓死追随金仙，素南门愿誓死追随金仙。金仙，锦绣此话虽然无理，但也不无道理。近来我宗门屡屡受挫，恐怕不能再做无谓的牺牲。那要如何才能让诸位相信我的实力呢？金仙可知新山江武？听闻虚宗门被灭一事乃他所为，若是金仙肯出手为江湖除一祸患，我天玄门定当全力支持你，共伐万路门。好，便依你。我自己进去。
李晨兰，此处便是你的埋骨之地。说好了，让我三个子的。沈姐姐在干什么？我们先不要打扰他了吧？不是说要带他出来玩，然后去散散心吗？还是让他自己好好静一静吧。走吧。你处理这些事啊，还挺得心应手的。你和厉晨兰都那么忙，我能做这些，也算是有用之人了。小丫头长大了。你们最近去看千景了吗？她如何？她，我看见她每天都在南山主的坟前。自己跟自己下棋。对了，女魔头，你既然担心他，为何不去看看他呢？顾寒光为了莫青求药而死，没找到凶手之前，我没脸见他。厉晨兰，明日来风魔山同我一战生死，赢了的人拥有陆昭瑶，输了的人将命留下。江武，莫青，你在烧什么？没什么，暗罗卫送来的密函。查到破解心魔的办法了吗？没有，暗罗卫回音说查到林子玉在凤山出没。哦，莫青啊，以后这些门中琐事就都给芷烟去做，我看她做的有模有样的，完全不用我们担心，你只管好好养伤。好，听你的。今晚月色甚美，咱们去赏月吧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再折一只吧。那我再给你折一只蜻蜓吧。还是蝴蝶吧。为什么？我喜欢成双成对的样子。哦，巧了，
我也喜欢成双成对。还没封啊？废话。带你去个地方。想起这是哪儿了吧？当年你被老魔王封印在此，感受到当年的痛苦了吗？李晨兰，你我就此了结吧。莫清。司慕容，你知道莫青去哪儿了吗？五恶殿未见着他，正打算来清波殿寻人。今日一直没见到他，万钧剑也不在，一定是出去了。他为什么不同你我说一声呢？莫慌，且想想，这陈兰有什么事情，是不愿与你商量的。你们欠我一条命，我就要一条命。你们不想给，我就自己取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欠我的，我会一件一件亲手取回来。莫青，你在烧什么？没什么，暗罗卫送来的密函。赵瑶，我想他应该找江武去了。嚣张，也不看看是谁的地方。我嚣张可以，你嚣张就得死。走。
一起走啊！走啊！叫你走！陆昭瑶拿这把剑的时候，我觉得挺漂亮，怎么你拿起来就这么娘了呢？那你来试试看看。越挣扎越会被反噬，孩子听话。新山江武，你的嚣张和你的实力一点都不配。是谁？是我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六是五十。掌柜的，您最近总是在算账，是要开分店吗？哎呀，最近脑瓜子越发不好使了，刚算好的账目转身就忘了。再来再来。您别急呀。哎呀，真是烦呐。这个最近总有一种觉得应该去看回肃静，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儿给忘了。掌柜的，最近很多人攒够了钱都去看过回肃静，可到最后都一去无踪了。您会吗？离开了。